袁家敏早前突然炮轰钟培新父子是人渣，表示钟家的一年是一场噩梦，直指钟氏父子绝非好人，直斥他们人品好有问题，而且两仔爷都会有古怪要求。而他在大爆料之后已经决定离港出走，将会到法国波尔多展开新生活，兼且欧游探朋友，预计会在7月才回香港。他日前已经启程到法国，并在今日抵达波尔多。他透露了他的最新动向，他由香港机场出发，到杜拜转机飞抵巴黎之后，再转机飞抵波尔多，经历了30个小时，终于到埗。